创意游戏。小孩透过游戏去探索四周的环境，认识这个世界。随着认知发展增强，他们的想象力越来越丰富。我们可以好好把握和小孩玩耍的时间，帮助他们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。要培育小孩的创造力，爸爸妈妈不一定要使用现有的玩具或高科技产品。其实家里还有很多东西，只要是安全、没有危险性和不容易破的，都可以成为小孩发挥创意游戏的一部分。就好像沙发上的椅垫和靠垫，小孩透过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可以将平凡的对象变成有创意的道具。例如，椅垫和靠垫也可以有其他用途，或想象成开车、骑马的情景。爸爸坐在沙发上，琪琪拿着椅垫叫爸爸一起玩开车。爸爸和琪琪把椅垫当作方向盘，爸爸跟在琪琪后面在客厅里玩开车。妈妈坐在沙发上看书，琪琪去找她，想玩扮演公主的游戏。公主啊，我得有条长裙哦。妈妈用披肩为琪琪系了一条公主裙子。妈妈给了琪琪一个塑料瓶，让她当作麦克风唱歌。好好听啊，真系抵食啦！可唔可以教我唱啊？爸爸妈妈跟小孩在客厅玩耍，爸爸和儿子用披肩模仿狮子舞。原来披肩都可以很有趣的。爸爸妈妈跟小孩在客厅里拿着靠垫和塑料瓶假装打怪兽，你看他们多开心。爸爸妈妈的参与是很重要的，尝试投入小孩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让他们做主导，在安全的情况下不要规限他，并且欣赏他的创意。爸爸拿着塑料瓶子和小篮球走到客厅，准备跟妈妈和孩子玩。大家都轮流把小篮球向塑料瓶子滚，滚中了，大家都很开心。有些时候，小孩没有按照玩具的设计或惯常玩的方法，而是凭空想象一些方法。好像这位妈妈，她跟孩子们玩家家酒，他们都把玩具锅和碗放到头上去。如果你担心小孩混淆对象的真正用途，你可以在其他的情况下示范给小孩看。现在妈妈就跟孩子们一起用玩具锅玩煮东西。各位爸爸妈妈要记着呀，跟小孩玩耍的时候要投入多点，要回应和欣赏他的创意。有需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提议，引导他们加入新的意念和想象。你给小孩的支持和鼓励，就是培育他们发展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主要因素。卫生署拥有本数码影片的版权，本数码影片只供非商业用途，严禁租售及其他牟利用途，2015年制作。